我一定尽力。我想到凌云窟去祭拜我爹。 我也是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我都没有尽到身为人子应尽的孝道，说来真是惭愧。你想，帮主会不会答应我们？哟，这怎么行呢？这凌云窟远在天边，往返费时。别说了，准，老夫当然准。 多谢帮主成全。起来吧。是。说来老夫跟南林剑手还有几面之缘，老夫当然准，难得你们有这个心。就早去早回吧。起来吧。谢师傅，多谢帮主。嗯。说来老夫跟南林剑手还有几面之缘，老夫当然准。帮主啊，难得你们有这个心。您让风少爷去凌云窟祭拜他死去的爹也就罢了，去早回吧。你怎么会让段浪也一块去呢？ 这小子靠不住啊！说来，老夫跟南……上一回老夫令他不得胜过云儿之后，他早就有了二心了。您让风少爷去凌云窟祭拜他爹也就罢了，你怎么会让段浪也一块去呢？起来吧，这小子靠不住啊！说来，老夫跟南……上一回老夫令他不得胜过云儿之后，他早就有了二心了。您让风少爷去凌云窟祭拜他爹也就罢了，你怎么会让段浪也一块去呢？起来吧，这小子靠不住啊！说来，老夫跟南……上一回老夫令他不得胜过云儿之后，他早就有了二心了。您让风少爷去凌云窟祭拜他爹也就罢了，你怎么会让段浪也一块去呢？起来吧，这小子靠不住啊！说来，老夫跟南……上一回老夫令他不得胜过云儿之后，他早就有了二心了。您让风少爷去凌云窟祭拜他爹也就罢了
可惜。可是这一次他要趁机开溜了，改天倒打一耙，对不起咱们天下会议，那岂不纵火归山吗？这可真是居心可疑呀！在老夫眼中，他不过是只三脚猫，你未免太抬举他了。哎，是。可是这一次他要趁机开溜了，去叫云儿过来。对不起，咱们天下会议，那岂不纵火归山吗？这是。在老夫眼中，云少爷，等等我！哎呦，不可！是云少爷，师傅，去叫云儿过来。云儿，为师要你去办一件事，请师傅吩咐。在老夫眼中，云少爷，等等我！聂风跟段浪要到凌云窟去祭拜亡父，师傅。你跟着一块儿去，好一路保护他。为师要你去办一件事，回来的时候一根汗毛都不能少，知道吗？是。聂风跟段浪要到凌云窟去祭拜亡父。哎，帮主啊，小人这回懂了，真的懂了。帮主可真是老谋深算，文才武德兼备，见微知著，观察入微，果然高明，果然高明啊！你又懂什么了？快给我滚！啊，帮主啊，滚！小人这回懂了，真的懂了。帮主可真是老谋深算，云少爷，你怎么在雕刻蛇？我好怕啊！我本来要刻龙的，但是有感而发而刻蛇的。既然你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。云少爷，你怎么在雕刻蛇？我好怕。我本来要克隆的，但是有感而发。我听说风少爷跟段浪要到凌云窟去，我也不喜欢。是真的吗？师父要我沿路保护他们，如有违背，格杀勿论。可是风少爷跟段浪的武功都很好，为什么需要你的保护呢？我听说保护是师父说的。风少爷跟段浪要到，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。是真的吗？师父要我沿路保护他们，师父如有违背，他是要我去监视他们。可是风少爷跟段浪的武功都很好，为什么？云少爷，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？我们是不可以怀疑帮主的。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。是真的吗？云少爷，你这个人就是这样。平常不太爱说话，一开口不是伤人，就是让人家替你担心。你刚刚说的话，要是别人听到的话，那该怎么办啊？帮主的。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，我对你很放心。云少爷，云少爷就是这样，平常不太爱说话，一开口不是伤人，就是让人家替你担心。你刚刚说的话，要是你是第一次，将你内心的感受告诉我。
你愿意跟我说，我对你很放心，代表你很相信我，所以我很高兴啊。谢谢你说话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愿意做一个倾听者。你是第一次将你内心的感受告诉我，你愿意跟我说，代表你很相信我，所以我很高兴啊。谢谢你说话。别对我说永远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，就已足够。双师兄，我不在的时候，神风堂的事就要拜托你了。秦堂主，那么我就等。好的。顾星宇，我们去祭拜王父，他跟来做什么？我不在的时候，神风堂的事就要拜托你了。我先走了。秦堂主，云师兄，那么云师弟，好的，你要去哪？我陪他们一道去。那走吧。祭拜王父，他跟来做什么？哎，等等我啊！秦堂主，云师兄，他们很快就回来了。你要去哪？我陪他们一道去。我准备了一些卤味，要给他带在路上吃的。你说的他是谁啊？哎，等等我啊！秦堂主，云师兄，这里风大，他们很快进去吧。你要去哪？我陪他们一道去。我准备了一些卤味，要给他带在路上吃的。你说的他是谁啊？哎，在这里等爹啊！爹，你不要抛下风儿。所谓死要见尸，总有一天我要进入凌云窟一探究竟。我也要看看凤儿那头浑身冒风的怪兽到底有多厉害。你不要抛下风儿。难道你忘了你爹临终前对你说的话了？我记得啊，我爹所谓死要见尸，怕我被那头怪兽所伤。要进入凌云窟一探究竟。什么怪兽能够先后吞噬掉南陵剑首跟北影狂刀？我倒想见识见识。你爹临终前对你说的话了？我记得啊，我爹死要坚持，怕我被那头怪兽所杀掉。你看究竟什么怪兽能够先后吞噬掉南陵剑首跟北影狂刀？我倒想见识见识。爹，浪儿不孝，让您失望了。我对不起段家的姓氏，不配做段家的子孙。我向您发誓，我不会做一辈子的杂役，我一定要为段家争气，浪儿不孝，重振南陵剑首的声威。爹，你要相信我，段家的姓氏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爹，我向您发誓，爹，我不会做一辈子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一定要为段家争气。相信我家的姓氏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爹，我向您发誓，爹，大伯，你要相信我，请您保佑我早日出头。江山不是用求或者用哭就可以得到的。你在嚣张也没有多久了。你要相信我家的姓氏，就算我不把你放在眼里，我爹在天之灵也不会放过你。连你都奈何不了我，大伯，你要相信，请您保佑我，更何况是个死人。江山不是用求或者用哭就可以得到的。太狂妄了！难道你爹没有教你死者为大的道理吗？就算我不把你，你根本就没有爹。住口！你敢评论我爹？你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段大，少说两句吧。你不服气是不是？没错，太狂妄了。别以为你爹为天下会三大方子之一，在我眼里，段大，你根本就没有爹。住口！你敢评论我爹？看我薄命，想活了是不是？啊，段大，败将之卒还敢言勇？放服气是不是？就让我教训这个小子。好，别以为你爹为天下会三大方子之一，在我眼里，段大。住手！
白浪，我跟你约定一件事，既然我爹跟你爹是同月同日埋身凌云窟中，那我们每年的今天就一同来祭拜，你看如何？嗯，白浪。向言而有信，我考虑过，梁景英择木而栖，我要重振我段家的威名。你终于做出了明智的选择。杀了我！想不到雄霸这个老果然来了，也有失算的时候。我一向言而有信，我考虑过，梁景英择木而栖，我要重振我段家的威名。你终于做出了明智的选择。杀了我！想不到雄霸这个老果然来了。也有失算的时候。我一向言而有信，梁景英择木而栖，我重振段家的威名。走吧，别等了。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天下会。不可能的，本郎不会不辞而别的。他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，这个你比谁都清楚。走吧，别等了。驾！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天下会。驾！不可能的。不辞而别的，他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。这个你比谁都清楚。走吧，别等了。驾！驾！什么？段浪不见了？哎呀，我说云少爷，帮主要你好好保护方少爷跟段浪，一根汗毛都不能少。你怎么把人都给弄丢了？金云院自请处分。很好。什么？方少爷跟段浪，一根汗毛都不能少。你怎么把人都给弄丢了？金云院自请处分。很好。什么？